妈，回来了。嗯，又你们山顶上面回来了。搿只牌子要涨价嘞，正好搿只包我老欢喜。几点？啥？要死快了，一万六啊！乖，我自家都不晓得自家来讲啥物事，侬也能晓得我来讲啥物事？奶奶，点伐？哎呦哇，吃饱了！哎，这包有啥好看了？我看看帮老早买票，一只包一只死样的。哎呦，侬勿懂啊！哎呦，我啥勿懂哦，侬才懂。侬钞票在风里过来啊！哎，侬最想得出一万六，哎呦，想得出哦！哎，你忙好买只包奖励一下自家呀！别个大概勿稀，这个马上就涨价了，啊，这又是拼色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洗了雨滴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呦，来着来着啦！哎，儿子回来了呀，十三点，不认不识，哎，买只包，哎，我拿给我看瞧。哦，就搿种喏，哟，伊拉钞票多，哎，一万六，大牌子呀，哎，人家哎，三个只价钿呀，哎，有句讲叫，哎，物事真好，哎，侬看到了吧，拼色，哎，马上涨价了，侬晓得勿啦？哎，蛮得样哦啊，哎，我平常好背背，侬来讲。妈，你们坐。